那这个产品服务系统主要的就是要让民众可以查到他建介的时候每一个建介的申请案每一个介质点的照片位置，用照片来显示他定桩的位置跟这个定了哪些桩这样子。因为建介的成果民众最关心的就是想要知道说建介到底建介在哪里，所以我们用照片这一个动作 来做记录起来。就刚才跟范我跟大家做报告，每一个建介案件针对埋桩的每一个点都要照介标照片。所以简单的程序就是定桩完之后测量点照相，照相完之后回地政事务所把它上传到系统上永久保存，让甚至于说从今天开始提供给民众做申请。在建介完之后把界标移动了，那怎么办？从这个案子是这里是一个建章，那他上一次建介完之后我们建介的位置有喷一个红漆在这里，然后后来建章整地的时候把这个红漆给回损了之后他重新喷漆在这里，可是民众这个民众在认为说这个位置好像不是上次建介的位置的时候，可是又没有办法举证说是不是真的被移动过的。所以到事务所来，我们从上一次的界标照片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讲起来，咱两位朋友吼，遮尔关心咱彰化县政府地政署啊，甲台北地政署所共同来发表一个建界一把照戒指逃不掉啊，这个网络上的线上查询系统。那这个系统呢，违建最主要的是因为台北地检吼，对101年开始的违建或更改的受理资料啊，本来这是来使用的吼啊，105年。用出来我到前线，那他给那里啊，线线哈，专播线上提供，因为它的数量够哈，还有将近100笔的杠杆的不少的物资啊，结合到了网络系统啊，啊，加上 Google 地球现在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让网络上能够透过网络的这样一个媒介取得这些资讯，我后来说把你们用腰带移动中来的。啊，说杠杆诶，盖这里电梯都位，虽然经过长，你过来查询还是找不到。所以咱何必得进行后，那这个建制完成了，它、完成了不重要，量是专注，你应该用这种方法。所以以这个方式来讲，全国首创。当然，大家关心讲咱彰化县嘛，杠杆何必得进行？当然唔啦。所以今天我八电事务所主任拢有来，包括咱地政署工会两位。县里面甲县里面理事长拢来见证，我们继续去上，用上紧的速度，对今年开始，对今年开始，今年所提交更改资料、相片，甚至重测的资料，把它拢批入来，安尼资料点点都齐全啊。所以以后，咱的投资会愈来愈清楚，咱的乡亲更改了啊，愈来愈放心啊。所以咱希望啊，这个措施啊，以后大家人感觉安心、放心，啊有美好将来。那么希望咱。咱地政署工会啊，来跟共同合作，把这只推广出去。当然，今日媒体啊，新闻报道是一个足重要关键。戒戒一把照，戒指跑不掉，全国首创。在。好，然后，来哦。地政团队用心创新，好贴心。谢谢。